好啦，我哋今日咧嚟到呢一间咧就叫做方井屋吓，好耐历史嘅一间食牛喎，1895年开到依家噶啦。我今次去呢一间咧系一间分店嚟嘅，佢喺横滨站嘅 SOGO 11楼，非常之容易揾嘅。呢间餐厅咧，我建议大家咧预先要 book 台，而我 book 台嘅时候咧就已经 order 咗呢一个套餐啦。好啦，俾大家睇下先，我呢度咧就有个头盘嘅，非常之靓，非常之精致。咁依家嚟完一个头盘之后咧，就到 sashimi 啦。咁呢边咧，我呢边就有个 makuro 啦，同埋鱿鱼啦，中间呢个应该系鲷鱼嚟嘅。咁嗰边咧就有个牛肉 sashimi， 见唔见到啲肥牛几靓？好啦，咁当然就唔系我煮噶啦，系姐姐帮我哋煮嘅。咁啊。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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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就將啲烏冬加咗落去之後咧，將入邊所有嘅油啊、汁啊咁樣咧，就成為一個撈面啦。呢個就係佢喺 Tabelog 同埋 Google 嘅評分，都屬於係高分嘅一類嚟嘅。由橫濱站下去 SOGO 只需要大概6分鐘，然後搭 lift 上11樓就會揾到佢噶啦。